大家好，欢迎来到实话实说实习生接访计划。今天我们来到了延华林口智能园区，来看看这边的实习生都在做什么吧。今天也会帮大家问问看实习生们当初是怎么进来延华的，还有一些面试小技巧哦。废话不多说，快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Go go！英文名字是 Natasha， 然后任职的部门是 AIH 的专案实习生。我主要负责的工作内容是针对手术室的场域的解决方案，然后清楚的知道说手术的指导人员他们呢在使用我们机台会有哪些接触点。我主管就一直跟我说，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想成是一个新创的老板，就是你的产品会有一个价值主张，你要带给你的顾客帮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客制化你的履历，你投什么这样子的工作会去变动你的一个履历内容，也是要用量化的方式去呈现，让主管在审你的履历的时候可以比较一眼的看出哦，你曾经做了哪件事。我是雨晴。哦，我是 YC。 我们是 ID 部。主要负责专案内容是 KDS 系统相关，所以我们会去研究不同业态他们厨房，不管是硬体、软体或是人力，从点餐到整个餐点制作完成后台所有的流程，然后我们透过了解这个流程之后，发现痛点，再去针对这个痛点进行做设计。那我们在这个设计的专案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参与到从前期可能需求分析啊，然后到去跟客户访谈，到可能最后产出一套设计的解决方案。那这个过程中，我们都可以全程参与到的。你跟在学校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学校提案的时候可比较天马行空，但是在公司提案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到公司的发展是什么面向，是以什么产品为主。其实蛮好，就是他比较不会太阿婆去盯我们，就说哎，你这个工作要到哪边哦？你几点要交这样？那他下班之后会传讯息给你吗？不会，我就是不会。下班后手机就收起来。对。你这进这个部门之后，能为公司带来什么好处？然后跟其他面试者，他最大点是什么？我觉得这点是在准备，不管是投履历啦，或者准备面试的时候，都蛮重要的一点。你们可以去内湖总公司那边，内湖那边有蛮多实习生，可以去那边找他们聊天。我的英文名字是 Ivy， 然后我现在任职在 ITAI Team， 同时会对接到 FA Team。那我负责的专案是 FA Team， 他们希望可以导入一个开放式问答的 Chatbot， 然后我就是负责在这个里面去写一些程式，对接到公司的资料库，然后让这个资料可以正确的回传。我自己本身是跨领域的背景，大学的时候是念会计系，然后我现在是读资管所。那我觉得来这边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去碰到大型的专案，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我通常压力大的时候，我都会来延华的一楼，这边有一个一廊，然后可以来这边看展，就可以让身心舒缓一下。我是 Sherry， 然后我任职部门是 IIoT Academy 的行销部门。我会负责制作关于 IIoT Academy 延华的短片跟网络内容的优化。就有学到怎么用 AI 制图，像 Midi Journey， 或是看 Google Ads 的流量。觉得延华的各个主管的人都非常好。在你的 mentor 叫你的时候，你会吓到吗？因为我会，就是他平常叫我的时候可能是彩星，然后我就会这样子吓到，但他之后就会彩星这样，然后我就会很感动，因为我就不会被吓到了这样。如果你要面试的话，你不要讲太多不实际你拥有的技能，这样子你在 onboard 那天的时候会很痛苦。我都去 B1 喝咖啡，免费的，很香。我叫 Jacky， 然后我现在是在 software， 然后担任Gen AI 的实习生。我是在做LLM 大型语言模型的生成，那主要是针对延华这边的一些人员厂区去做它的语言生成，那帮助新人快速上手。
在学校的话，感觉蛮多专案都是属于比较小的，落到职场上的话，它的专案都是比较大型的，然后要对于整个架构还蛮清楚，才会比较可以去解决一些专案上的问题。然后三点半的时候，大家都会去里面放松一下，然后喝个饮料这样。开心开心，因为我们有点数，然后那个点数它是可以换算成真钱，然后去买一些零食或者是咖啡去吃这样。然后我觉得它里面的鸡蛋沙拉杯果还蛮推的，因为我的点数都花在上面这样。对，我的英文名字是 Vera， 然后我现在是在 FAE Team。现在负责的专案是优化到场服务的价值专案这样子，然后平常工作内容就是可能做一些市场分析，然后还有做一些使用者的研究。那你会需要常常出差吗？之前每个礼拜都会出去，就是跟工程师，然后还有客户，就是做一些访谈这样。其实我 mentor 蛮就是让我自己去看，就是怎么样进行这个专案，其实不会给我太大的限制。本身不是就是工业工程或者是可能电子相关的出身，所以我觉得比较困难是在相关的产业知识的准备上。我那时候应该是看了很多就是官网的东西，然后又额外去找其他的资料，这样就是至少专有名词要知道。好的，那我们的实话实说实习生接访计划就到这边结束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实习生活更了解了呢？那如果你对研华的一些职缺还有实习计划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的 IG、脸书粉丝专页，我们都会把最新消息还有一些活动资讯发布在上面哦。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啦，拜拜。没有，没有，没有，好，再打开。我打了一个嗝，这样子它是录进去的，这不可以剪进去了，拜托，拜托你。